感动我了，就没有别的，就是感动我了。先告诉我一下，这首歌的词是哪一位写的？我写的。谢谢老师。好棒，词写得非常好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见到的最漂亮的一首歌词。他唱得太到位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再听一下刚才你唱那一句。对对对。转眼过去，又到了年底，在外的人都想着回家去，我银行卡里剩下来也没有多少积蓄，说不出的千言和万语。细雨的风吹乱了我思绪，歌中有我，是否一样也有你？多少的人和我一样，心有余力不及，谁能体会这种心如刀绞无形的压力？车站里个个都在拿着行李，都来自不同地方和城市，高速公路的拥挤，那催人的汽笛，都是想回家里和爸妈团圆的相聚。我也一样恭喜你，愿年幼老少身体安康，万事如意，出门在外工作一本万利，更好的成绩。抖音海南金鱼咋紧紧的那骨骨啊，还好不掉得挂高哈咻咻，我能担那碗海几万多，咋紧紧的那骨骨啊，领队怪咋挂高皮多老拉罗帕哈波那丢白酒，所以不对我打击，咋今杯酒且让我咋对不起，就让给我送灵对平路平高了平爱心，那地路往地修地平爱该公的比我更高啦，天就难我路每日领队拦路，也难过路街高楼很爱心，地不地因为阿弥有每日该办算好，我地很爱该讲的地地比我做你该甩回，耶稣我林下滴滴响起，到父母的老麦一堆树，这菠萝这丢不红路给湖很爱流，让我做么的有丢该讲的给呀别不老婆。抖音